原标题：年羹尧被赐死，雍正抄家发现遗物，气得吐血，再杀一人。年羹尧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坐地三尺，方知千里之外，运筹帷幄。纵观战事全局，西藏战乱，平定青海的罗卜藏丹津，其军事谋略在当朝更是无人能及。年羹尧仕途颇顺，一直以来雍正皇帝便一直对他照顾有加，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其家族中人多在朝中身居要职，尤其是长兄位居工部侍郎，官从二品，往来银两多，为全国工程事务从中谋利，可谓是近水楼台，伴君如伴虎，即便是你心中无愧，依然小心行事。然而年羹尧不以为然，在外生活奢靡，在内嚣张跋扈，关外战事只知年羹尧不知其君主，手握重兵而不知手练。雍正上位之前，没有你年羹尧不行，但是上位之后，年羹尧功高盖主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威胁。不得不说，年羹尧死在了自己的不知觉，暂时不杀你，只因你还有一点价值，帝王之家毫无情面可言，尤其是你已经危及其帝王权势，更不容忍。于是年羹尧就权力大涨，一时间可能膨胀了。京城里大家吃紧给他省粮草，他却在西北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。年羹尧的不知天高地厚，对亲朋好友的劝诫一直是置之不理，明知雍正对奢靡腐败深恶痛绝，依旧顶风作案，不把朝纲放在眼里。年羹尧虽常年盘踞关外，但是朝中对其弹劾的折得不胜其数，雍正念其旧恩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年羹尧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不杀，而是时候未到。1724年，雍正召集年羹尧回京，雍正的一张大网正撒向年羹尧，而已经迷失心智的年羹尧全然不知死亡正在一步一步的到来。从他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入局了。第二年，雍正快刀斩乱麻，直接拿下年羹尧，并给他罗列出了92条罪状，宣告天下。伏吉刑极力斩的就有30多条。1726年，狱中被雍正赐以自杀，曾经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陨落了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年羹尧死后，一道圣旨抄家年复，在搜寻之中发现了一首汪景吉的赠诗，诗中有一句说：“皇帝挥毫不值钱。”当时负责的官员一看，赶紧派人加急送到了宫里给皇上。雍正读完此诗后，大发雷霆，愤怒不已，气得吐血三省，立刻下令诛杀汪景吉。雍正抄年羹尧假后，被气得吐血，竟是因为此物，只是苦了汪景吉。即便是年羹尧死了，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